十八来呀，十八来。很常来消费的，十八个，十八个。萧煌奇的新歌来唱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新歌，我是大伦呐，我还要当萧煌奇当多久啊？黄西老师最近还真的有要宣传。大伦真的没关系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在艺能界的能见度本来就不高。哎呦，请进来啦，我们好喜欢看你模仿一下嘛。不是，我今天模仿的是《追龙》里面的甄子丹呢。Who cares？ 哇，好不明显。哇，好不容易要转型了，你好好唱。好，那我唱《你是我的眼》好了。耶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你好。老师，黄西老师最近要开演唱会喽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轻易的分辨白天黑夜，就能真切的在人群中，根本是一个没有办法做自己的音乐，而且他那个垫步有没有？他往上的垫步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，就能清晰的从背后给你一个拥抱。如果我能看得见，生命也许完全不同。跳太多了啦！可能我想要，我喜欢，我爱的都不一样。你自己演吧，叫唱歌手，来凤哥来了，还要记得哈。我今天的利用价值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太厉害了！我们也希望期待大家不要当薪水小偷，来就要好好奉献，表现一下。对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看到，完全看不到。真心的讲啦，如果演艺圈里面没有萧煌奇，是那邵大伦怎么办？我真的喜欢的，当然就是宪哥啊。这个选法厉害。宪哥，你不能让哦，不能让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不能让。剪刀石头布。但是我会有障碍。什么障碍？我洗障碍是这个动作。我看你从头到尾都会选障碍。就好了。打开就好，打开就好。出拳，出拳。那你先。One, two, three, four。啊，妞妞舞啊，妞妞舞。哎。妞妞舞啊，妞妞。喊一个好吗？他自己玩得很开心，他从头到尾都自己喊完，自己玩完。那你自己玩就好。而且要分享，要分享。而且喊的声音有小奶音，我知道了。你要 pass 给对方嘛？你喊完一个再来就喊我喊。OK OK， 知道了。你没喊中，然后一直喊，喊十六个。嘿，剪刀石头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OK， 你赢。又吸先了。Three go， 梳油头啊，梳油头。啊，十八赖呀，十八赖。十八赖呀，十八赖。梳油头啊，梳油头。宪哥，我跟你讲，四字头上一把刀，狠心了吧？不能一直太像十八赖了，真的。而且你真的很像那种很常来消费的十八赖，十八赖，十八赖。哎，太像了，太像了，十八赖。要不好讲我，那我挑战你。好，睡睡睡睡。石头布，好，来，你先做热水，够十八赖，十八赖。
水呀，洗发奶，洗发奶，洗衣粉呀，洗衣粉。喂，不可以，少啰嗦。哎，还有一个谁？凯西啦，凯西，我啦，我啦，凯西是幻视耶。这个洗衣粉给你，那我叫露露了。哎呀，跟露露挑战，露露感觉很强哎。我先，他石头布。1 2 3 4，喵喵啊！挂了，谢谢露露，一次就挂。他是冲冲冲游戏王，